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呢来参加公司的尾牙，春雀温泉酒店。公司呢招待员工来这边住一天哦，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这里的设施。我们先看一下外观的样子。哎呀，这位弟弟在拍照啊，上镜了，恭喜你上镜啊！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外观，其实看起来不赖啊。外面哇，好气派啊！这应该是罗东最高的饭店吧。号称有五颗星的饭店，哇！好了，我们看到同事 ，Hello， 没什么要话要讲，要讲什么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事如意，祝事如意，好嘞，发大财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春雀国际温泉酒店的房卡，哦，这边是我们早餐用餐的地方哦，它有分两个区域哦。那这个地方早餐真的餐点超级多啊，多到个爆炸，看得我都口水直流啊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休息室，这边有，哎呦，这是这样少的背影哦。然后这里还有四台苹果电脑可以用，哎，可以上网。来，我们先带大家去我们的房间啊，现在八楼啊。耶，终于到了！大家看到我们的房间，这次房间有点小，跟上次比起来的话。因为我们没有电视啊，我应该可以带我的 PS4 来打一下了。我这边有些饮料可以喝啊，豆奶，上面有牛舌饼，乌龙茶，还有咖啡哦。好，淋浴间还有厕所，还有免治马桶啊！再来是我们的泡汤温泉的地方哦，有一大一小的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看阳台这里看一下，这边可以看到楼下游泳池。现在外面室温大概15度吧，楼下居然有人在游泳啊，好厉害啊！哇，我这边可以看到整个罗东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准备要下去啦。我今天穿的这是小小兵的服装，那因为今天呢是这个睡衣趴哦，所以我们全部的员工都要穿成这样子啊。超可爱的小朋友也穿我们的小小兵套装啊。满满的小小兵啊 ，banana banana， 这位把它码一下。再来是我们的前菜啊，那个龙虾沙拉，还有醉鸡，还有烤鸭，好像是羊排啊。就稍微介绍一下这饭店的设施，它楼上23楼的有美式餐厅跟那个。是，还有铁板烧啊，但它外面的这个酒柜看起来就很厉害了。然后再来是天台的部分，它这边有这个望远镜可以看。好啦，就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